因为那个空间太容易被瞄了。哦，也是。那你知道我的 AE 弹打到一枪头，他不会死吗？他说不定躺在旁边。不是，我的 AE 弹打到一枪头，他不会死啊。不可能。说不定他死了。没死啊。说不定他倒在旁边。我还故意瞄头哎、欸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穿什么甲。对啊，不会死啊。说不定死了。因为我妹。哦，好吧。他怎么倒一身？穷人都很讨厌这个子弹。是不是应该刚干到底了，这样子才不会太无聊？如果他想跟我打，我就跟他打到底。我感觉他很想跟你打，麻将又有人了，那我去打麻将。